你有人生即无力吗？那是什么样的状态呢？就是想选择又不敢选择，想改变又没有力量去改变的状态。我在生命中见了很多人都处于这样的状态。那天我做了一个小实验，非常的有意思。那天我在做普拉提斯蹬腿的时候，我就发现，哇，每当我有一个不真实的想法，比如说我很穷，我没有力量，当这些想法出现的时候，我的腿马上就软得跟橡皮糖一样，蹬都蹬不动。然后我换一个想法说，我是喜悦的，我的生命是丰盛的。那时候腿就非常有力量，蹬腿的时候就扑通扑通的蹬。这时候是我第一次以身体的方式去感知这个真相与谎言。真相对我来讲是非常有力量的，而当我在跟自己说谎的时候，身体真的就是真真实实的肌无力。所以我就非常的好奇，我们生命中每天会给自己有那么多的想法，这里面有多少是谎言，有多少是真相呢？如果我们更愿意去聆听自己的真相，活在真相中，我们的生命会不会非常有力量？我是欢，给你力量，找回内在的真相，活出生命的喜悦。